跟我没有关系嘛，这俺俩自己抓的，跟我不是我让他抓的。啊，不是你又抢他们的，怎么了？我没指望他今天。不要的，啥都把那些小鸡儿我给他骗，把鸡都杀的，你还照抓，不要。那些不是小鸡，咱们还得杀他吃。嗯，称给你了呢。我称给他，我送给他。多少斤吗？哎呀，九斤。九斤？嗯，不小，不小，九斤。嗯。老二，你那三只公鸡都不要了？哎，不要，要不咱小鸡除了没啥养。还跑一只。别打死。你看我忙了一根根好吗？你就这个一把把就完了，这东西烫手不关键。哎呦，买弄弄的干净。哎呦，这太快了，这速度。这三只鸡呀。啊，你别送错了啊！我都写着。不能啊，那你不遛一只了？我遛了，啊，岁数大，哎呦我的！你看你这只怎么了？你拿架还是怎么了？嗯，我不拿架了，等会儿等等咱一块吃的。哎，好，你搞搞，你等拿自个儿来，不拿那就拿。嗯，我不拿，等会儿就等吃了。嗯，好，那么弄塑料袋，放这个条子。啊，我帮你放，好。嗯，到半点开哈。啊，好，我知道，你回去吧了。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我不要你买东西吗？你去吃。我就买了点这馍，你就是炖鸡吃。给我请回去。啊，走吧，请假。不贵。下去。妈，我帮你剁啊。早点撞，不是我把你干活，怎么叫我撞甲？你看我能，我能动你啊？这老太太，还不少。看这大鸡冠，比我半个手掌大的都。你洗手了吗？啊，我洗了，洗了。不洗手再买吗？好啊。就是你讲这个问题，它就烂了。这都待会儿，待会儿要不发早就烂活。这有事儿吧？烂飞了，就烂了，那有块儿变了。哦，好。先煮点酱。老爷，老爷说他要等一会儿。那就不等他，你这样吃饭。哎，我付你钱。慢点，好，不要吃饭。这不来这儿了吗？知道俩呆子还没走。听不着。老二，俺妈做好不好吃？好吃，比我做强。小老太太其实挺谦虚。儿子，你别动手，你做现成的，你怎么？你不谦虚点？看着大鸡冠，颤颤巍巍，来一口，香。